好，继续来收听手肘碰手肘还不够，桃园市长郑文灿揪台南市长黄伟哲拳头碰拳头，不桃群聚感染让桃园深陷疫情风暴，黄伟哲亲自率队捐赠防疫物资，用实际行动力挺桃园。5000瓶消毒水，2000件防护衣，随身杀菌喷雾1000瓶。台南市还出动2部消毒车加入桃园的抗疫阵容，不止防疫物资多到满出来，还有产自台南的当季水果20箱。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吗？不是啦，是找到幸福啦。台湾就这么小，没有什么分你我的本彼此的本钱，所以我们觉得这都是一起防疫，一起支援。挺医护称桃园防疫关键期，桃园又未出国门，收治最多的新冠肺炎确诊病患。目前防疫旅馆量能已经达到90%。郑文灿说，应付过年前的返乡高峰期还有余裕。但5天没有，我们心里面是觉得很好，但还没有松一口气。真的是风雨故人来，患难见真情。我想这一次一定会让所有的桃园乡亲看到台南的协助。跨县市大串联，黄伟哲、郑文灿用实际行动齐心抗疫，发挥互助精神，彼此支援，全面提升防疫保护网。环宇新闻陈明彦、洪喜宇、黄佩涵，桃园报道。